像因为这些男生他们要出来，他们一定会嫌弃自己的女朋友，他一定要嫌，不然他干嘛出来找你？我会塑造说我很喜欢很漂亮的数字，然后可能就会变成52000000之类的。真的假的？这是坑欸，坑欸，52000000就是台湾男生会这样子、就是、我还不是那种在玩手段的人欸，那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也买一个成就感啊。我知道自己从这个男生身上想获得什么，所以除此之外的我也不要求。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是有男朋友的过程的状况，你不是要被包养，所以我没有要做什么事，所以你要真的找到这种 脑子坏掉的男生真的蛮难找。嗷嗷同威，嗨大家好，我是嗷嗷威油同威，今天又来到渣女十四了，第14集。我告诉你们，很多男生都说为什么一直做女版渣不做男版渣，因为男生比较不愿意分享。我也很努力尽力的希望可以找到男生，那欢迎大家，其实男生现在很缺，来找我报名好吗？来我的 IG 来私信我报名。那废话不多说，今天一样是网友报名女版渣。我告诉你们，她很厉害，就是她是那种很可爱的女生，我会想要跟他当朋友的那种，就是我跟他 re 稿或什么，我都觉得就是他，我们现在就来直接打给他。请问你是来报名我们渣女来解答的萧姐吗？对，没错，你好，那请你先来分享一下你最厉害的事迹好了。我最拿得出手的事迹就是我身边同时有很多的男性朋友，他们都有女朋友，但是呢都把我当做他们最重要的闺蜜，然后非常的爱我、啊、他们是把你当闺蜜，他们没有要对你想要把你当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一开始的线都会踩得很死，就会直接跟他们说我没有想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就是要交往的关系。然后其实这些男生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要放弃自己的女朋友、他们就是有点想要出来外面找个刺激，然后新鲜这样子。哦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种很像学，就是他说哦那是我干哥啦，我干妹啊那种，他也没有真的要把你当做女朋友在追，也没有给你，也没有给你这个名分，但你也不想要。对，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我不是那种主动去撩人家男朋友的人，我就是被动的等他们来，然后我就哦好啊你要来，然后我觉得你 OK， 我可以接受你这样子玩，然后又不会出事，我就把你放着。我反而觉得女朋友可以放心，男朋友是遇到这种，因为我也没有想要介入你们，然后我也不想要淌浑水。对，那你想要什么？我觉得就像你之前有一些影片会问一些渣男，然后他们感觉就是在追求感情，我觉得我也是。而且像你之前你有分享过像那种爱香有没有，然后我有做过那个测验，我的爱香是平均的，所以我觉得我某方面就是在分散特定一个对象的喜好。我知道了，就是让你怎么讲这种话，你在分散特定对象的辛苦哦，谢谢你真不错。只要付出一点，然后你不会跟他索取爱，因为反正你没有给我关心或什么，我可以从别人那边要，你给我物质、啊、我爽啊，别人就是心理或什么的。没错，就我自己也可以拿的都很满啊，我每个都可以满足得到，然后他们也不用很辛苦。好，来评分1到10分，十分一样是 Angelababy， 请问你觉得你有几分？那我觉得我应该只有五分吧，没有到六，大概5到6分这样。没有，五分是最中间了，真的假的？我有问过男生欸，就是男生有会说我就中上，但我不知道他们中上的意思。天哪，好想看你长怎样哦！因为你说你有让他们花钱吗？虽然是闺蜜，但是你让他们花了很多钱，就是出去的花费啊，因为他们就想要舒压，所以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舒压，所以他们就很开心的自然来付那些钱。尤其像这些有女朋友的男生，他们的钱被管得很紧，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送礼花费，可是他们就是会至少出外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吃喝玩乐是他们可以负责，然后生日的时候送一些小礼物这样子。可是其实闺蜜本身是不会这样子出去结账的，你应该也知道，你们是打着闺蜜的名号，行着陪伴彼此的之实。对啦，可以这么说。对，但就是至少不会到发生 XX
那一步。可是我觉得你这样是最聪明的，因为很多就是有怎样了就没了。对啊对啊，像有一些真的我也很明确知道他就是想要干嘛，但是我就是不想给你得到，然后他就这样心心念念了大概快十年都还在我身边。真的假的？就真的帮我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有点也是在养公主。怎么说他做了什么？好， 这是一个学长，然后这学长一开始出现是他帮我写功课，后来就渐渐我觉得那要默契，就是他会发现我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也会发现说嗯好，他不会聊聊比较康，然后变成因为我很不喜欢对方的女朋友会来找我，我不想要躺这个麻烦。嗯，对，是如果有一些男生来找你，然后这时候我问说嗯，那你女朋友知道会怎么样，那他就会讲说不会啦，我女朋友不会知道，这种太肯定的，那这种就绝对不要，他没有去考虑到真正会被发现的风险，反而是那些我愿意留下来是他也知道他不能被发现，他会很明确跟你说他做了哪些安全设施。哦，可能说嗯，我的讯息一定会删，或者是说他可能说嗯，女朋友很远，所以就是一定要他真的有仔细想过这个危险，而不是一时的冲脑，然后就告诉你说不会啦，都不会，这很危险。曾经发生过跟男友吵架，然后我就半夜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反正我就是也不知道要去哪边这样，然后学长那时候远在，就我那时候在南部，然后他在北部，那时候已经大概十一二点，他就半夜开始找南部那边的那个饭店要给我住吧。他有去你房间吗？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南部是因为我男友在南部。对，然后学长 学长在北部，他那时候、对，然后他就是一直没有下来，因为他被他女朋友管住，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帮我。天，他有女朋友哦，最讨厌这种男生了，我没办法接受我男友这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就是那种我们就是正宫最讨厌的什么什么青梅竹马，男友的好闺蜜朋友。可是我不会要求他主动做什么，我不会说对你不用理我，就你消失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其他人，就我不会主动要求什么，就你要做是你要自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自己要担，而且是你自己要做的。我知道你的，对，我就觉得这个是要这要负，就自己要负责啊。而且这种时候，通常都是男朋友一直执意要去帮那个闺蜜，然后正宫就会不爽，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然后那个男友就会很生气，就说她就是我好闺蜜而已，你到底在气什么？就是觉得正宫很小气。而且他们真的吃不到啊，所以哦，就我你的界定是你的界定是因为你也没有跟他们怎么样，就是有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对，哦，那你让男生花过最多钱是多少钱？嗯，你说不含这些闺蜜吗？还是就所有男生？所有男生还有别人吗？还有一般不是没有女朋友哦哦，没有一般没有女朋友哦。好，我不知道你的范围话比那么宽啦，不好意思。对，全部算进去的话最贵，全部算进去就五位数万。买东西吗？还是吃饭？就是先给我钱啊，给你现金？为什么？对啊，欸，那我可以问一下，那个五位数是一万以上吗？还是就是一？一万以上，就是不是一万，是可以再上。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可以知道是多少吗？就会有一些哦，而且你可以适度的营造一些你追求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说，学长帮我找饭店，是因为他知道我有很多对于生活上的要求，像这个也是，我会塑造说我很喜欢很漂亮的数字，然后可能就会变成五二零零零零之类的，真的假的？这是坑欸，坑欸，五二零零就是，台湾男生会这样子，好疯哦！我跟你说，真的有更多很疯。我觉得我就只是小小，我还不是那种在玩手段的人欸。那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也买一个成就感啦。对，欸，我发现你们渣女的那个逻辑好像都蛮像的。我觉得这也是从跟很多男生来往过，尤其因为我是用闺蜜的角度先认识这些男生，所以你会知道他们真的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也是缺点，就是会对于感情有一点消极，就看到很多黑暗面的感觉。怎么说？你看过什么黑暗面？像因为这些男生他们要出来，他们一定会嫌弃自己的女朋友，他们可能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爱得要死，可是出来就开始闲有的没的，但他一定要闲，不然他干嘛出来找你？对，所以包括像是很细节的，可能 X X
上怎么样，或者是平常聊天的时候这个女生很无聊然后很严肃，她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你就会知道很多男生在交往之后对于一个女生的雷点。对对，所以你久了就觉得所以知哦，我懂你是倾听者，因为你知道，就是讲越多的那一方会觉得他跟听的那方越亲近。对对对对，就你不要有过多的评论，就是很认真的听着他讲话，这样就好了。对，这些人怎么样，就是不关我的事。懂，你想要的是可能爱啊、关心啊，还有爱的五种语言，每个都可以满足到。来，大家可以去看其他影片。没错，我帮你宣传。在这边，对。实质上的，哎，你这样好像都有各个嘛，因为这样讲，哎，你这样好像有点道理。哎，等一下我先讲啊，我们这边都是不会评论任何访问者，因为我们都是很感谢访问者来给我们访问。很说服的，对不对？不是，我觉得你这样好像蛮有逻辑的，因为你也没跟他们干嘛嘛，那你也不会特别抓住一个人，因为特别抓住一个人的时候，就像女朋友抓住男朋友，然后就会说你哪里不好，然后你没有钱，或者是你怎么都不会细心一点，吃东西怎么都先吃，没有先留给我之类。当你是一个很专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什么要求都在他身上，可是你没有，你就一个人一个要求有达到就好了，那一个。对对对对对，对我真的想发生什么，我就去找可能像男朋友或。这样，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说不包括这些有女朋友的男生吗？还是所有？因为我就有很多类型啊，我的男生分类很多。你好奇葩哦，你是什么星座啊？我是金牛座的。啊，金牛座会这样吗？金牛座很精打细算，不是吗？这就是你精打细算啊！我知道自己从这个男生身上想获得什么，所以除此之外的我也不要求。我也知道这个男生想从我身上获得什么，那我就给他稍微让他有一点被满足的假象，也不是假象，就我真的很认真在跟这些人相处，请听哦，你也是有在经营，你也是有付出。对对对，可我会让他们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我做出过多东西，我就不要。你不会真的爱到？不会，因为我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啊。你好厉害哦！就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是有男朋友的过程中。你本人也有单身的时候，也有单身的时候。可是那些男生知道你也有男友，他们知道我男友也会知道有他们，互相不打扰。男生也知道你不会啊，对他们也会知道我不会去纠缠他们，所以他们也很放心。哇，而且这才可以维持得很久远。小屁哦，还自己讲完觉得很荒谬。那你现在还有其他同事正在进行的吗？有啊有啊，像就 也有一些同年纪的也有，然后新开发我真的觉得有点难找。哎，你知道因为已经爱香渐渐被满足之后，你现在要找的就是更高阶的，像以前可能花花小钱就满足，但是你现在就是需要花花大钱才可以满足我。例如像几万块这个大概是这一年才有的，对，那这个就要找很久啊，因为不是要被保养，所以我没有要做什么事，所以你要真的找到这种脑子坏掉的男生真的是蛮难找。那你怎么找到他的？你从哪里找来脑子坏掉的男生？就现在就要聚焦在这个五位数这一位吗？就是对，现在暂时我们先把眼光放在这边，五位数哥。五位数哥是从交友软体啊，交友软体不是男生都是想要干嘛的吗？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想要干嘛，然后他要你的好处，他们也会嫌。我就觉得男生其实真的蛮犯贱，很会也会嫌。嫌什么？就是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一个女生，然后愿意跟她出去，可是相对她需要买一些包包送她，然后他们自己也会说包包换包包，就是女生太好到手，他们也不要，然后只是这种关系他们也不要，所以难得遇到一个真的愿意跟他们聊天，然后有想法，愿意陪伴他们的人，他们反而也会觉得说很难得。反正这个过程中需要非常多非常多的沟通，然后你们要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在聊天。我觉得教一些撩男那个可能是你当晚就要被吃掉，或者是你当晚想吃掉他。像我可能跟这些学长啊朋友啊刚开始也会玩这些东西，但是久了你还是要靠相处哦。因为如果你给男生很多遐想，让他觉得哎，你们好像可以去开房间，就顺势就会往那边走，然后走不到开房间就掰了。对对对，所以刚开始你可能可以有一些，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开头而已，那不是要往后长久经营的方式。我觉得适度的释放一些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是情史哦，有点像是自己的黑暗面，自己的脆弱，释放一些自己的
脆弱。哦，你又要把他打造成英雄了。对对对，而且他会觉得你跟我讲，你愿意告诉我那么私密的事。对，我没有在跟其他男生讲我对自己的男朋友多好，我不想让他们有这种想象说，那我想当你男朋友。没有，我就是讲，比方说我被男友伤害的一些事情啊，或是甚至家里的事情，所以你要做一些脆弱，让他觉得我也是你的避风港，我可以来拯救你。可是你要又不是摆烂，不能摆烂，就是你要说我其实也很努力在克服这些东西。我是一个努力上进的女生，但是我就遇到这些事。Yeah, right. 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然后同时也有这个五位数男的吗？现在没有。现在只有五位数男。对对对。可是他就真的只是要给你钱，他没有任何想要。就我们最后都要把话摊得很开，他也会说我其实也会想跟你发生，但我不想逼你，毕竟你有那些黑暗的经验。你给我笑，你在笑。那你黑暗经验是真的吗？还是假的？会真的啊，因为我在男友面前，我也曾经当过男友狗。男友都知道我有这些男生朋友，但他们都很放心，因为我就是男友面前真的是男友狗。例如你会做什么事？我有最狂的是当天来回找对方的，每一天。多远？那时候我在台北，然后对方在台中，然后我就每天，对，我每天来回，然后而且这些钱都是我自己出的。很不像你这种人设的女生会玩的。你那时候就在玩了吗？没有，你是先会很认真，然后之后开始玩。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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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是同时并进啊，这样好奇葩哦。当然我也会帮男生做很多东西，爱心便当，男友啦，现在是讲男友。真假的？你几岁？我26。26有这种手段，好像也是蛮聪明的。而且你真的是不会怎样都不会被骂。对啊，就我维持得很好，就外面包括我自己的好姐妹们都不会知道这一趴，是只有我跟你现在知道。真的，你是第一个。真的假的？女生，你是第一个知道女生，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不能接受这样哦，他们觉得你就是小三。来分享一下你如何撩男生。我觉得女生可以多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东西，然后应用在交谈。我们一定要设一个情境嘛，就是跟这个男生很放松，然后我们可能喝了一点酒，然后聊天情境很好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都要双眼注视着对方，让对方知道你很认真的在倾听他。用个炙热眼神看着他。对，然后你看着他之后，就突然跟他讲一件很明显他就知道这个是球，但是又有点暧昧的东西。比方说就会讲，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很喜欢一个人的话，他会模仿他的所有事情吗？在那之前你可能要先模仿他做一些动作，或是你在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模仿他正在做的事情。你是说那个近色的那个吗？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影片也有讲哦，在这边。对，你故意把他讲出来。你故意戳破让那男生对让他接收到说所以你讲的这意思是，所以你现在对，他自己就会知道了一直跟他说你知道一直看着嘴唇可能代表想要接吻吗之类的而且其实他会跟你一起出来单独去酒吧，其实就已经是有一点意思了，你这样子完全不会丢脸或什么，一定会走。对啊对啊。那男生通常应该也不知道怎么反应吧，就是笑笑。你很爱窃笑。有一些会的他们就会再拉近距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看时间了，看你们什么时候要亲上那个时间。可是你不会担心就是这样子男生会觉得你很好追到或什么因为你也没有要跟他们认真。对啊，而且这就是一开始的事情而已啊。但这个是否闺蜜吗？不是闺蜜，我有这样做过，而且闺蜜是主动有问过我，我觉得她也会玩嘛，她就说就可能我们现在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我就跟她说maybe。 那你们也没有怎样啊？没有。可是她这样其实就是在邀请你啊，因为 你是用一个很不确定嘴炮。我知道我知道。他说 maybe 这样子。我知道了。或者是会故意跟他说我今天的香水，你都故意讲破。你先喷一个香水，然后有意无意的撩他。他如果主动问你，你就说就是重要约会我就会喷啊。或者是他没有主动问你，你就主动说你知道我今天这个香水是我可能想要狩猎的时候喷的吗？这样。
啊，你会讲那么明，我没办法哎，我会觉得好害羞。但是我能理解，因为你就是没有要付出真心，因为当你人真的要付出真心的时候，你就不敢讲。可是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怎样随便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那么敢。而且你也可以不要是，我不是要对你讲，我只是把你当哥们，然后再跟你说，哎，我通常都怎么撩男生。有时候他搞不好还会一个回溯，又还想说，哈，所以你都把你的招告诉我了，代表我没希望了吗？那你会怎么回？所以前面的氛围很重要，就是要先有眼神直视，就是让他要走对，让他走对条路啊！我知道以前有男生跟我讲说，他看女生喜不喜欢他，就是看眼睛。对，所以呢，后来我就会故意，其实我眼睛明明就可以完全没事，但我就会故意就是之类，就是会。没错，对对对，而且要看直视他们，然后这样笑，就微微的笑就好了。对，天哪，自己要不要剪掉啊？会不会太多人知道？可能我觉得男生也会觉得我有机会，是因为我的身材算还不错，他们可能就有一些错误的想象，就觉得说、这个女生很好到手。你是会露一点沟的那种？你知道，其实胸部越大，女生反而越不喜欢露这些，我知道，就会穿的。对，可是你们穿得很紧的话，也会形状会很明显。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故意的，这就没有办法。好嚣张啊！你多大可以说吗？嗯，真的很大。真的低？更大？那个很小。咦？你觉得低很小？我羡慕有这个大小的女生啊！我也很羡慕啊！一、就是、F 差不多。F 之类的，可是你其他四肢是瘦的，是瘦的啊，所以你是身材很好哦。我知道了，就是你的脸可能是真的是他们说的中上，可是你身材可能是顶级，而且男生就是根本视觉动物。对啊对啊，就我刚刚突然在讲的时候，我想到我跟男生也很喜欢用这些不确定的语言让他们自己去猜，他们就会自以为有抓到我的讲话模式。像我可能他们讲中的时候，我就说不知道哎、之类的吧，这样哦。然后久了，他们就会故意也会问一个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这样子去揣测我的反应。那你就故意也顺着这样说不知道哎，就你把你想要让他觉得是答案的答案，故意在这个时候说不知道哎。哦，你的撩术就让他们觉得你可以被揣测，殊不知其实那个是你可以控制的东西。像你刚刚问说是 D 吗，然后就可以直接跟你说不是。可是如果你猜到是 F 吗，我就说不知道哎、这样哦，他就知道说哦那就是 F 这样。哎，真的哎，而且你跟我说是跟不是跟不知道哎，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哎。对，很明显的。然后而且你不知道哎，就还可以俏皮一下，然后他们就觉得哎我猜中了。那你就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只要他问什么问题，可能说那你喜欢我吗，那个不知道哎。懂撩懂撩，你是做啊、好问太细了，对不起，我开始想要知道你的底。我是学生，我不是做懂。等一下，你26岁，你在读，你还在读书？对，我还在读书。哎，那你怎么？我中间有出去工作，然后又继续读研究所。懂，就是你先有一点社会历练。对。哦，那你现在生活周边的男生都是比你小的？也有同年的啦。学生不会啊，学生可以满足肯定的言语啊。哦满足不同一块，所以我的客群非常的广，就反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哦。你好奇葩哦，靠，跟你见面好像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号人物。哎，那我可以问那个50000，你说你就是很喜欢让他觉得有个漂亮数字，这个招其实你要怎么塑造说哦，我就喜欢52000000，像聊一聊就是说哎，现在是5:20哎，是一个很浪漫的数字啊。我最讨厌这种虾妹，是什么1314，那很就你要从各种生活中让他知道说，而且也不是只是为了这种挑，我真的举就是瞎突然想要520。没事没事，我可以理解女生不能接受，可是男生可以接受，尤其是他已经喜欢你的时候。啊啊、我觉得人都会有一些小迷信啊，所以这个还好啦。其实女生虽然说这样很瞎，可是一定也会有说什么礼拜几是我的幸日，会吧？哦，就是这个我知道不少人会。对啊。就我不是为了撩他我才这样，我是本来就会营造说、我就是有这样要求的人。你本来就是很常钱包会放52000，就是一个吉祥。
讨一个吉利的。了解，你不怕他们送太多，然后他们爱到，然后就是太要追吗？所以前面都要讲很清楚，他们自己会知难而退啦，择偶条件在哪里啊，或是情商啊等等，这时候他们还想去做，那就是他们自己自愿的。了解，不要让他们觉得期望值太高，然后你突然就断掉什么，对他们也会失落啊，所以要顾好他们的情绪。哦，那你还蛮你也是蛮大爱的啦，顾很多人的情绪。哎，我都是开玩笑，没有要评论。嗯，没事没事。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你最爱用的香水？你最能撩男生的？好，最近有一个意图非常明显的，是 YSL 的黑鸦片。它有各种味道啦，但反正它那个系列就是黑鸦片香水，然后它就是甜甜的，但是又觉得你不要喷那种花香，因为有时候花香男生也会觉得太焦了。对，是果香。哦，我喜欢果香。嗯，对，我喜欢的调性都是果香甜甜的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辛辣的味道，就是它不是很女孩子可能马上想得到女人味的那种香水，但都是有点俏皮，闻到会觉得嗯，好异国风情那种感觉的。你是用哪一个啊？黑鸦片里面的哪一个？哦，我忘记了。啊，我知道了，没关系，你拍给我，我直接把照片上在这上面。OK， 哎，欸，一样推荐。对，撩男生的香水，但是我必须说零业配 YSL， 希望你们下次可以找我业配。OK， 好，那今天就这样。哎，欸，谢谢肖小姐，你声音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你是那种当女生朋友会很好的人，是吧？因为你很健谈。我是啊，而且我很疼女生哎，欸。你不会抢女生朋友的男朋友吧？不会啊，不会。你就是对我来说都是自己人，我就会 很好。我懂，因为你也不想你名声臭掉，你是很安全的。对啊，对啊。哦，可以，你这种可以交朋友。所以我就说这些男生、这些女朋友应该要放心，他们男朋友是遇到我。嗯，对，对啊，我没有想要让你们分手。其实我觉得，我也希望我的态度可以影响到这些渣男们，因为我虽然不会去评断说，哎，你这样算出轨，我不会有这些评论，但是我会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你要玩轻松，你就单身啊，你不用出来玩又怕被发现哦。你会不耻的又有点看不下去，导正他，反正他走就算了，老娘还有好几个爱香可以被满足。那最后你有没有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观众？我有听过这一群男生有跟我说过，每一个很漂亮或是每个男生都想要的女生背后还是有一个腻他的男生。那我想知道，如果真的是一个超级完美长相个性然后所有一切都很合的女生，你们还是会失去你们的新鲜感吗？还是会想要出去外面找野味吗？哦，好，请各位男生或是有遇过的女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回答我们肖小姐。那谢谢肖小姐今天来给我访问，非常感谢你。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留言加订阅，然后追踪我的 IG 还有按赞我的 FB，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拜拜拜拜拜。